咱的亲人，甲咱心袂和啦，吼，生活中袂合吼，袂当和合，一个家庭吵吵闹闹啦，吼，啊，一个家庭呢，各个人的脾气拢无同啊，啊，咱起码要安怎样会当和这个家庭？吵吵闹闹的风波啦，会当安尼失落来，吼、哦，唔是来去求神，甲咱保庇啦嘛，唔是求佛会当甲咱加持啦，吼、哦，唯有一项，咱的心，咱若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莫甲伊计较啦。